你好，下午的5:53，台北美食社长晚餐啊，我们环球邮报台北新闻的读者们，我们社福机构啊不准外出，进入第三天啊，各位，那么社长呢也都只能在这边吃饭，那么昨天可以叫外带的啊，昨天叫外带吃一个左宗棠鸡啊，叫那个。那个我们湖南湘菜啊，那今天呢我们就在社福机构吃，凭良心讲社福机构吃吃的菜非常好吃，它是大笼统，那吃久了会腻，为什么？你看它三个青菜一个主菜，主菜糖醋鸡啊，糖醋鸡炒笋汁，菜色非常的好，社长是吃个稀饭啊，这个台北的物价都很贵，我一个人在大龙龙吃饭都要85-90块啊，吃个便当五个菜要85-90，我们社福机构吃饭是不要钱的，以后都到社福机构吃饭啊，省点钱。哎，我们副理来了。